我叫李斌，我是一名火车司机。我出生于一个铁路世家，从我爷爷的爷爷，也就是我的五世祖李五银开始，一直到我这儿，100多年来，我们家五代全都是火车司机。五代人，118年，在超过15种车型的驾驶舱内，见证从蒸汽、内燃、电力到高铁机车的变化，见证时速40公里到时速350公里的中国速度。当年呢，听我爷爷讲呢，1949年的时候呢，全国铁路通车的这个里程也就是10000多公里，而到了2019年呢，已经达到了13.1万公里，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。工作25年来，我平均每年数百趟的往返于北京、天津和河北省会石家庄之间，亲身体会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变化，真是一天一个样。火车在变，铁路在变，城市在变，时代在变，而初心不变。见证中国速度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。